多的微血管，然后这些微血管呢可以帮助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做散热的机制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咯。原因是在哪里？这只就像你要站旁边一点，不适合。哪只？他跟他什么？我们稍微做一个记号，不要看他小小。大白凤头鹦鹉又称雨伞八单，我们要像雨伞一样很漂亮哦。黄色的是葵花凤头鹦鹉哦。叫声很响亮哦，会用来做来吓跑敌人的。那我们来看后面的几只乌龟哦，应该跟蛇一样吧，好像在摸石头。摸石头，凉凉的，没有没有感觉，没有什么，因为它鳞片蛮厚的。从外面看到蜥蜴啊，不认识的就不要摸。它通常都被用来作为貂皮大衣啊，还在睡哦。啊，起来了。好，一件大衣必须要用到30到50只的貂哦，可以顺着毛摸它。很残忍哦，对不对？Hello， 麻烦你再多敲三下好吗？还不够大声了，要再更加油一点。你还有两下哦。太阳，因为他们两个原本就是不同的品种，而不是因为性别上的差异哦。副班长，麻烦你把绳子往下拉，再往下拉，其实就跟他升起来了。加油，你还有最后一下，大力一点，拉紧了，看吧。用我大大的嘴巴，还有强壮的双脚，一咬一拉，一咬一拉，水桶就可以被我慢慢的提起来啦。这样的教室就会变越来越干净了哦。最后同学也快要提完啦，谢谢看看。小黄，今天有三题，一题30分，两题60分。如果3题都答对，你就可以获得满分100分啦。小黄想了想，第一题选择了红色的圆形，因为圆形最简单了，只要摆进正中间就好了。答对了，请帮他拍拍手。有用？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小抄啊，是来宾出的，要不是我们训练室出的，你看他有没有用？他不会告诉你答案的哦。啊，他被吓傻了。解法题你自己仔细的算一下，而且这题好像也超过小指头数目，用心算的好吗？走过去拿了一个答案卡，要走回来啦。是解法大魔王，记得要验算一下才不会出错，不要五彩金刚鹦鹉，那长得跟班长是不是很像呢？都是红色的，不过你们再仔细一点点看，菲菲它的翅膀上面有很漂亮的黄色，你小心一点，别摔下来，不然一定会受伤哎，感觉非常的危险的样子。阿诺说不用担心啦，我们金刚鹦鹉的尾巴很长很长，是用来保持平衡的。最后一步了，到达。课钟声已经响起了耶，我觉得你还是回来教室吧，老师在点点名喽，谢谢看看，请帮他鼓。一边在哪里呢？右手边，答对了，请帮他拍手。哎，你那个是别人的啦，皮皮呀、啊，皮皮同学超级夸张，不但作弊，还抢走别人的耶，这个怎么办才好呢？一次拿一个圈圈套回来哦，非常好，拿一个。哎，可是要拿回来，教室零分，赶快拿回来，你们两个不能丢着。终于回城了啦，比数达到了1-1、2-1。丹丹，你赶快，你落后了，已经3-2了，你已经落后一分了，赶快不要再慢吞吞的了。你要去哪里？赶快拿回来，你写的精彩哦，拖拖。